处理吗？听见了。啊，咋了？你把这二十六给爸拿去。我拿钱做啥来？还给六子家。六子家咋了？ 快嘴婆，都跟我说过了，给老大买件衣服，你就买呗，用不着背着我。我一碗水端平端不平，是我自己的事儿。记住了？记住了？ 过年您要，前儿下雨啊，凉着了。哦。哎，上点儿，上点儿。哎，哎呀，后山那片林子算是喂饱了。这些年。 叫你操心了。啥话呀！进我们岳家十几年了，还说两家子话，叫人家听见笑话。哎呀，以后山上你少去些，我去就行了。你去，你去干什么呀？ 你去也行，那就等我死了。啥话吗？人话。你说说你，啊，这十几年了，你哪天真的把我当过你男人？你什么时候能真心真意的跟我说上几句操心的话？你忘不了那死鬼。 你个手小子，比我年轻的时候一点不差，人跟种子，地跟篓子嘛。哼，你当你是哪吒仙太子呢？哪吒是连环转生的仙胎，才能抬进风火轮。肉体凡胎的，我上火燎能不疼吗？疼不疼啊？ 这罐贼欢的可有点年头了，那是74年，一个知青队的傻小子，看书看得入了神儿，一屁股坐在火炉上，躺着他吱哇乱叫的，屁股烂了，吃饭站着，啊，睡觉趴着，下地干活的土字儿。我一看，这哪成啊？就带着30几个人，在山上追了半个月，才弄得这只老贼欢子。 那人那屁股后来好了吗？嗨，能不好吗？就是落了碗口大的一块疤，我还听你妈说的呢。
这人呢，你也知道，就是你的亲生父亲。要说人呢，是个好人，可就太忍心了，扔了你妈就走了。他还不知道，你妈身上有了你呢。小水淹站修好了，村子亮堂了，你爸爸走了，才24岁，真可怜呢。你妈哭死过3次，爷爷亲手把她埋在后面那棵树林子里了。爷爷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妈说了，你是我们家大恩人。这不是人话，你在爷爷炕上落的草就是爷爷的亲孙子吗？爷爷把你那胞胎呀，埋在咱们那棵老柿树底下去了。来看看爷爷给你留的。哎呀，真可惜啊，都让灰五爷给盗了。上面呢，我用洋蜡封住了，当时心疼的那洋蜡底下没封。你收着，你看。你爸爸脑子好，认什么玩意儿一看就成。你妈就练他这个，要不然就凭他那个体格，那哪成啊。徐老师，徐师母，淑丽啊，淑丽，天太黑了，我送你们徐老师进城。哦，那徐老师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这拉拉扯扯的干啥呀？这是，这深更半夜你抽哪门子的风啊你？天这么黑你进城，万一碰上个熊瞎子你可怎么办？这是人住的地方，哪来的熊瞎子？你别跟在这胡搅蛮缠。我胡搅蛮缠，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？你不想想，徐瑶不凭你的家，你走得了吗你？这你就别操心了，你们都管不着我，大不了我老师的位子，老子不要了。学校你不要了，老师你可以不当，你连我也不要了，我你是不是连我也不要了？你说清楚，你这个混蛋，你是不是连我都不要？你说你，咋了？没事。刚才在小河边上看见徐老师和徐师母了，他们好像要连夜赶进城去。这个徐瞎子八成啊又是要到北京去考什么研究生吧。在直角三角形中，两条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。
这个定理我已经讲过了。哪位同学能够回答一下，这个定理是什么？你哪位同学能够回答一下啊？啊？看就不行啊，我得回去看书去。不行，我就不让你看书，就让你在这陪我看电影。嗨，别当演员，对不起啊。说你呢，没当演员小丫头养的啊，不服气啊？怎么着？不服气？上学三年了，我就没见你交过一回数学作业。嘿，小丫头养的，于淑丽，小丫头养的，有本事你出来呀！今天不是你班的体育课吧？哎，欺负我眼瞎是不是？不干了，我不干了。徐老师，你说这哪是学生呢？这明明是孙大生嘛，这不是？徐老师，想一事儿啊。我看要这么着吧，下午开个班会，我去主持，让他们好好上课就是了。不行，那你看怎么处理呢？嗯，叫他们检讨，从思想深处好好检讨检讨对人民教师的蔑视，特别是对民办教师。民办教师怎么了？民办教师也是人呐，民办教师也是教师吧？民办教师也没有因为民办身份就少上一堂课、少判一道题、少做一次课间操吧？我要代表民办教师提出抗议，对他们提出强烈的抗议。哎呀，谢老师，你这话可就扯远了。这小孩子哪不淘气的，你应该多体谅他们。中考近了，他们是有点毛躁。你看，孩子怎么了？穿皮鞋戴手表，他们资本主义的很。我把话搁这儿，不说清楚了，我不干了。徐老师，你是党员不是？是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今天该说的、不该说的，我都说了。是两个少，还是三个多？你们大伙掂量吧，啊！
说两句。说两句就说两句，就两句啊，多一句我也不说。看得起我，还让我继续教是吧？是吧？是。那好，岳书立，起立。你不是能耐吗？我考考你，你把勾股定律给我背一遍。a 方加 b 方等于 c 方，也就是说，在直角三角形中，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。逆定理就是 c 方减 b 方等于 a 方，就是说，在直角三角形中，斜边的平方减一条直角边的平方等于另一条直角边的平方。就是太淘气，啊！太淘气，就是太淘气了。徐老师，嗯，你看，时间不早了，是不是该下课了？下课吧。算完，你把这份卷子给做了吧。哎，徐老师。答完了。栽上吧，要不该栽不成了。嗨，现在的人呐，心真快。好好一片树林子，招谁惹谁了？哼，今儿盖房子，明儿娶媳妇儿，再这么砍下去啊，恐怕连棺材也没得睡了。爷爷，嗯，这山上原来树多吗？多呀，姚曲人一共栽了999棵，到我这儿。还有600多棵，温革的时候砍了一些，再后来啊就都砍了，砍光了不就死心了吗？你爷爷也就死了这条心了。爷爷，嗯，那这姚举人栽这么多树，他干嘛使啊？姚举人小的时候啊，家里很穷，靠这个树啊，啊种的举。后来呢，就做了那县令，结了点钱，就把房后这片荒地呀给买下来，栽了树。他常说呀，念书不易呀，今后啊，咱们村的年轻人，就是念书困难呢，就用这个山上的树，砍完了以后栽上就行了嘛。要举人家呢，任丁熙就这么个儿子，大革命就死了，要举人呢。就把这个林子留给我了，对我说呀，你跟着我这么多年，我什么也没有，就把这个林子留给你，让你费心了。哦，你就会好啊。这念书啊可是大事，要举人说光吃五谷不吃礼义，那算不得人呢。说你呢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爷爷说什么了？好好学习。对，噗。哎，爷爷，啊，你怎么把灯给吹了？嘿嘿，你不看书，爷爷有灯没灯啊，都一个样。
你还有理了？我没理，我就不讲理。你怎么？我怎么了？我一不是党员，二不凭职称，我自己做我自己的主，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凶暴！说谁呢你？我说你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着你那熊样子。你有本事去考呀你，啊？你去旷课呀，别回回都说是我不让你考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你敢？你敢去啊？你给我回来！申东北，你要去哪儿？你不是知道吗？你不明知故问。你。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，想到北京去，想考清华的研究生，想离开咱这黄山沟，想证明你徐瞎子不是白吃干饭的，对不？但是我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你要是再想着去北京，咱们俩就离婚。你也不想想，我能考得上吗？我。那你一年一趟的跑什么？我哄自己玩玩都不行啊！我知道，这一辈子注定了我要跟山里娃打交道，我要教他们一辈子数学。你说，你怕啥呀？干什么呢？好好念书，跟我上办公室。老师好。一下。一个夏天的傍晚。报告。别报告了，过来吧。你当着老师的面，好好报告你为啥从来就不交数学作业？你比别人特殊啊。我什么作业也不交。我没作业本儿。你说啥？妈，来，我来吧。是我自己不小心碰的。做饭的时候，在灶台上碰的。他打你了？没有。淑丽，你听妈说。淑丽，我和你爸的事儿，小孩别管。淑丽，淑丽，哎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没干啥。没干啥，干啥呢？找针。找着了吗？我帮你们找找。你有事儿吗？徐老师啊，哎，你可您可挺好，您可挺好。老爷子最近身体还好吧？好啊，没事山上转转，养点蜂蜜。哎，对对，你尝尝我养蜂蜜。哎，不，你尝尝，好骚。好。嗯，怎么样？好蜜，好蜜。哎，淑丽啊，你才应该多吃点蜂蜜呢，
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吃，哎呀，吃吧，你就吃吧，吃吃吃。哎，哎，陈院啊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我们校领导啊开了一个会，啊，包括我，啊，当然我不是校领导，您坐，我只是个民办教师。这个会呀，是专门为一个我们认为有特殊数学才能的学生开的。那书立是你同学吧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您听我说完。啊啊啊！我们判了一份卷子。哦。这份卷子啊，对，卷子在这儿。您老看看，嗯，一百分啊！是啊，一百分，这是全市中学生数学精英预赛的预赛卷，答这张卷子的，就是你们家舒立。舒立啊！舒立。徐老师，您喝蜂蜜，蜂蜜再磕两个鸡蛋。哎，不相干不相干。校长啊很激动，这不去市教育局了吗？按理说呢，舒立报名的时间已经错过了，就没有资格参加预赛了。我们校长就急了，这就赶紧到市里边去疏通疏通，咱这是山区，看看能不能有个照顾。舒立啊，从明天开始晚上到我家去，我给你补习补习数学。给他加小灶啊！哎，加小灶，谢谢了，老爷子，我走了啊。去，你这这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别别别，这样不行，哎，不是，真不行，哎，家长急了，哎，不是，对对对。说吧，你想怎么着？你总得让我知道。咱这一架，到底为啥打的吧？你嫌我，我可以不跟你叫爸，我也更不愿意叫。但从今往后，你不准再碰我妈一个手指头。我去做饭，一会儿就好。你看你也长大了，家里的活你该操点心了。下午吃了饭，去把地里的草除了，听见了？夸你两句，你上天了？谁叫你旷课的？我得除草。我问你，谁叫你旷课的？哎，参赛的准考证下来了。你这孩子，你是怎么回事啊你？站住！跑，跑是不是？欺负我眼瞎，看不准你们是谁啊！啊，天亮就。你们不是爱旷课吗？我叫你们旷个够。都回家给我拿锄头去。哥特等于多少啊？平行四边形的定义。四边相等，四边平行，对角相等，对角线互相弥分。
说到第几道题了？都做完了。最后那道题的答数是多少？四二。快出头！舒丽，舒丽，啊，吃饭了。舒丽，吃饭你干啥嘞？一老一少的，动什么劲啊？给我好好吃饭。吃饭。哎，徐老师，徐老师，你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们的孩子在家都不让下地，你怎么就让下地了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。校长啊，您听我跟您解释。哎，我知道你温习功课的，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？脚下面走。牢狱果真是为善良的人们而设的吧？臭摆谱！34寸有啥？有本事买340寸的。站着干啥？啊，走啊！啊，咋回事？今天怎么走那么晚？啊，这些日子家里有点事儿。我得帮他做做，那哪行啊！干啥干啥呀？您不进城考试吗？您走您的呀。你瞧我这德行能考上吗？秃子头上的草它也不长，我也不想。嗯，成了。好小子，给咱考回一个状元回来，镇着那帮城里人。不去，家里那么多事儿，没钱。你个小狗日的，你瞎操啥心呢？走走走。下下，捣什么乱呢？天宽地大的，那还蹲不了，后车干什么？我们俩要搭你车进城，可不住到南国城。不住南国坐哪儿啊？那我可管不着。徐老师，要不咱就别坐了。坐。就坐，我买你个南瓜城吗？那成。这回啊，考个第一回来。老话说得好啊，王侯将相，宁有。哎。你是哪儿的？哦，山里来的。啊，山里来的。45分钟里不能再参加考试了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去啊？回山里呀。我还没答卷呢。你看见没有？考生须知，你都迟到了45分钟了。按规定，迟到半个小时都不能进考场了，回去吧。可我还没答卷呢。没事，文准。啊，文准，一个山里的孩子，迟到了45分钟。啊，文准，我还没答卷呢。
先给他个卷子，叫他在外边答。考委会再研究研究，好吗？不错。哎，你怎么把卷子带出来了？人家不收啊。走。哎，怎么回事？这卷子。卷子我们不能收，为什么呀？规定。对，规定。老师，您跟我说规定是吧？你们这些吃饱撑的没事干的人，弄出那么多规定来，这不行那不行，咋样行啊？老师，同志，哎。谁规定我们就必须住在大山里头？谁规定这些孩子？舒丽，坐下，坐下。谁规定这些孩子就必须得在比你们想象恶劣15倍的情况下念书求学呀？我们从大山里头往城里赶，交通不便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啊，我们是来晚了，可是我们按照规定的时间交了卷子呀。我们是为了什么呀？我们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长大了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来，这机会怎么就不给我们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各位老师，我有点激动。哎，这卷子你们都看过了吗？嗯，确实好。45分钟就答完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真香！卷子答的呀，确实好。那好就收下吧。那也不能收。那这样，老师，求求您给这份卷子判个分儿，回去我们好有个交代。100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走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位老师，今年不行了，明年吧。明年有世界奥林匹克中学生数学比赛，你带孩子来。这孩子，我服。什么课？奥林匹克。世界比赛，奥林匹克不运动会，这不
文主任，您别跟人斗了，那是奥林匹克，您带着秧歌赛呢。这老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把话搁这儿，甭管什么课，我们上定了。徐老师，你笑啥呀？啊，我笑那些人净瞎扯，金牌子哪能给块纯金的牌子呀？那得值多少钱？徐老师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哎，你要是真得了金牌子，想干啥呀？卖了。卖了钱呢？先买好多树苗，然后让爷爷把山上的树全栽满了。好小子，有孝心。然后呢？然后再给你买一台340寸的大彩电。啥都不知道，下车。哎，舒坦，过瘾。你想想呀，你要是真把那金牌子考回来，我转正是不成问题的。那么好啊，还能当个校长。哎，校长没意思。那么好，这乡教育主任呢，那就是我的了。哎，到那个时候啊，我就先开出刘秃子。再开除我老婆，我就跟我老婆说：“你走吧，我把你休了。”徐老师，我一定把那块沙盘给您考回来。于三小平和乔红是轻松取胜，从而为中国队夺得第10枚金牌，为乒乓球队开了个好头。倒回去，我叫你倒回去。乔红以25-23追回一局，第三局戴小平和乔红又是22-20险胜，第四局戴小平和乔红是轻松取胜，从而为中国队夺得第10枚金牌，为乒乓球队开了个好头。一边歇会儿吧。你呀，就我驴打滚，母驴拉磨啊。哎，老大上学的事儿，你有个主张不？孩子大了，看他自己吧。那依你呢？调到家老二，今年毕业的吧。铺子都开起来了，一天能进不少钱来。我看啊，叫老大上了个小中专，也开了个啊，学那个电器维修，还是跟咱爸商量商量。人家是一年强似一年，咱家呢是一年不如一年。他爸老的老了，我又是这个样子，咱家呀该有个顶门立户的人了。
那四柜坟前，我自有交代。六块六，你爸说娶个吉利，村里人家都给六十六，委屈你了。说这干啥？志愿报了吗？还没呢。姨妈看，考个小中专算了。前村老六家的老二，考的就是家电维修，人家一台小拖拉都挣出来。不许说小拖拉，你妈说，你祖宗说的也没用，这事关荣学校荣誉问题。上课去吧。上课去。当家的，当家的，我喊什么喊？叫魂呢？啥事儿？说吧。我问你，书里考学的事儿，是不是你捣的鬼啊？是啊，哎，是我的主意，我叫他报的那个小中桌。你这是残害人才、暴殄天物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嘿，你大帽子少扣！我告诉你，我不吃这一套。哎，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儿啊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去去去！不行！去去去！我说了，不行！不行！我告诉你，等你考研究生啊，再来光别的事儿吧。黄豆呢？吃这个补脑。哎，哎，这散了，来装兜里，装兜里。考的怎么样？我的五百块钱呢？老徐，我的五百块钱捡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看见没有？没看见。你肯定是忘放哪儿了，好好找找吧，啊。怪了。急死我了！来，爷爷，喝药。来，哎，慢着。那个，爷爷，跟我回去吧，我都放暑假了，这回我能好好照顾您了。没事的，爷爷死不了，就是死，也死在这片林子后面，偏离不了这帮大坏蛋主义的坏家伙。
5000块钱，咱又不是变戏法的，上哪儿弄这5000块钱去啊？哎，街上都传开了，是重点呐，不易呀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，是好事，可我们上不起。我供，我供还不成吗？啊，来，我看看。5000，我没看错吧？哎呦，真是5000啊！干啥？我不过了，我。哎，李老师啊，哎，为什么不让孩子念书啊？啊！让你跑这儿干活来的，跟我回去。闪开！还疼吗？不疼，早就不疼好的，又灌了枕头干嘛呢？清脑。啊？清脑。哦，清脑。哎，那学费还差多少？3000。钱，3000块钱。你要那么多钱干啥？我还是你爷们儿吗？结婚都10年了，我做过一回主吗？今天你必须把钱给我。要钱可以，打借条。是。借条？嗯。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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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你写借条。
哎，你这……我早就知道，你为淑丽上学的事着急，钱我早就替你准备好。淑丽，睡了吧。要是睡了，就别起来了。缺的钱我凑上了，明天就交上去。学不能不上，别忘了咱俩的约定。出些东西，缝好了，就在这衣服的上衣口袋里面。记住了，拆的时候小心点，布都糟了。也不知道借许老师那3000块钱，这辈子咱能不能还上来？哎，你就别惦记了。让孩子好好念书吧，咱们后山上不几个树的树吗？不要砍了，叫孩子念书。出门就算成人了。淑丽，打二脚去，咱爷仨喝点。
你是半碗村的？嗯。奇怪吧？我认识那几个字，我爷爷还在那待过。哎，等等，你是几班的？三班的。我叫刘苏苏，是同学了，以后多多关照。Everyone, class begins.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64. Mm-hmm. 我让你打开的是64页。不是46页。No, there isn't. Ten. Are there any vegetables in the shop? 11. Yes, there are. Yes, there are. 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其实我早就注意你了，真的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特淳朴。对了，听说你学英语不太方便，我有两个英语复读机，借给你一个吧。不用了，我这样挺好的。听说你中考数学考了100分，我也挺喜欢数学的，就是方法不对，以后你多帮帮我吧，好吗？嗯。你干嘛买笔记本呢？怎么不买一个台式的呢？台式的便宜，合算吗？台式的便宜，合算。买这个呀，不怕多花钱。而且台式的升级比较快，更新硬件也比较容易。奔3500挂两个 CPU， 256兆内存，32兆显存的 TNN 显卡，哇，简直是梦幻机型啊！而笔记本的升级硬件就比较困难。朱莉，啊，你觉得哪一种更好一些啊？我不太懂这个。这年头要是不懂电脑啊，就成新文盲了。朱莉，你可要小心点啊。敬爱的徐老师，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，请见谅。原因是这一段时间心里比较乱，不想让你为我担心。提供的方法一共7种，其中还有一个是上届的奥赛冠军呢。告诉我，怎么能用最短的时间学会电脑？时间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哦，我再等一会儿。哇，你好漂亮啊！你怎么能借这样子呀？你起来看我。7号机同学，请下机，你的时间到了。
哎，知道了吧？知道了吧？秦小鸡同学。哎，说你呢，时间到了。哦。快点，不换3块钱。给。幺四两饭。什么菜？不要菜。叶淑丽，你怎么不吃菜呀？啊，最近我上火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上学去吧。啊，我自己来。对对对。哎呦，这么好的核桃，嗯，这么好的大枣，哎，老三怎么卖呀？我不卖。卖给我们点吧。不不不不，我不卖。卖给我们点吧，这么好的，卖给我们点。不不不，我不卖，我这是带给我学生的。你还是老师呢，我们都是你的学生，卖给我们点儿吧，卖给我们点儿吧。哎，我不要钱，我只要饭票。哎，行，饭票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好好好。哎，别着急，都有啊，都有。哎，这一套餐。哎，那学生，你这多给了一张。淑丽啊，我看我还是别进去了。别呀，徐老师，咱们也上去看看再走啊。算了，我呀就是想来看看你，这下就放心了。啊，回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徐老师，我答应您的事儿，我还记着呢。那事儿啊，别太放在心上，全面发展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家里都挺好的，你别惦记着啊。那枕头啊，是你爸带给你，他说荞麦青岛的。
我又给你续了两个小时。哎，你这是什么玩意？自己做的。北京皮安搬家公司吗？像咱干这活出的力流的汗，这就靠这吃来补了。我真是不想吃了，真不吃了。我很坚强，得拿着，记住明儿小区胡同42号啊，走吧。淑丽，你可真不够意思，不拿哥们当哥们儿，人家搬家公司老板都告诉我们了，你是不是骗人家说你20岁了？那700块钱我们替你还上了，老师说了让你安心的学习，有什么困难尽快开口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回去。小子，没啥，没啥了不起的。老天爷啊，饿不死家巧，这个家饿不死你，哟，买杏来了，哎，这杏怎么办啊？1块钱一斤。1块钱一斤，又甜又好。哎，哎，那孩子，那杏怎么卖啊？哎，说你呢，听见没有？要买你自己过来。说什么呢你？要买你自己过来。过去，把老虎叫过来。叫，老板，老板，孩子小不懂事儿，
别跟他们计较啊。不不，这封信我送给您了，交个朋友，要不结个善缘。来来，你拿着。哎，我说啊，我买你的信儿。别生气，孩子脸闷口生，以后啊多去几次就好了。好什么好？别让他买信了。他小小年纪，别伤了元气，以后啊就不好活人了。听见了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谁也会有不行的时候，只要肯跟别人学习，不就得了吗？姚举人说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嘛。”爷爷啊，这是孔子说的吧？姚举人，我能记错吗？邀请岳书立参加赛区的数学比赛的中国参赛奥林匹克。嘿，奥林匹克还真来了，人家没哄咱，小子，这回可就看你的了。要是中国赛区出了线，这回可就真出国了。不去。啊？不去？这么晚，你把我在这儿干嘛？这个学，你上不上？你到底上不上？你干什么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就上来，就上来啊！怼我！你怼我！上来啊！我问你，这群到底上不上？你要不上，我就把我的好腿给他削烂了！上来啊！你快点上来啊！快上来！你上不上？你上不上？我去，我去还不成吗？You a brave warrior, okay? 你是勇士，你很坚强。你是勇士，你很坚强。
你是勇士。知道了。
太难走了，这路我熟，您就回去吧。好，那个舒丽啊，还得努力，好吗？就这样，谢谢您啊。好，再见啊。想喝水，水，这有，水来了。来。还有三天呢，你小子给咱村争了大光，这规矩改了。